是一样的，就是我喜欢真的实体的东西，所以我自己也会再去买。哎、欸，酷，好，继续。首先呢，这首歌它的，因为其实是我第一次的MV， 然后第一次的歌，所以其实当时在天哪，这个真的是 long story， 好不好？这个直播我应该会留下来，我应该会留下来。好，那我开始讲专辑了，你们继续问，我看到我就回你们。首先呢，我觉得要很感谢你们，对，我觉得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没有大家的这些回应，这些陪伴，那我想很多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然后其实就是讲坦白一点，就是没有想过走到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票房，然后会有突破了这么多关卡。所以其实在我相信，在所有人，包括渠道、刘导，或是我们几个演员，或是整个后面的电影公司、宣发公司，我觉得大家都是心里都是很激动的，就是能够看到这个作品越来越好，越来越往更好的地方去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很激动的。然后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要找一个礼物送给大家这样子，然后我一直希望能够是一个让大家能够一直留着，一直不停的看的一个礼物。所以我就去唱去录了这个我的版本。那也是从当时进了花园，然后我们一路上课，然后不停练唱，每一天我几乎我记得那时候真的是每天练习唱歌，然后就是练完唱歌去工作，练完唱歌去工作，然后后来我们录了这首歌，然后出来的版本我们调了好几次，到最后这个版本的时候，我记得在录音室里面，我跟录音的老师，就是在录音室里面，我边唱然后边哭，然后他听了他也听哭了，我们就觉得说这首歌希望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事情，是不能让自己后悔，就是当各位听到，或是当我现在再重新听100遍、200遍的时候，我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的后悔，我想要对得起这个作品这样子。那后来歌曲就这样出来了，然后我们听的时候，其实后面的和声啊什么的啊，就是重新就全部都录好，录成一个完整的歌的时候，我原本就以为要上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兴奋，很兴奋。然后包含那时候在星空场，从一开始因为星空场，我就跟渠道说，我希望能够在星空场的时候，就是在电影播放结束之后唱歌给大家听。那我也不是说我唱得多好，一定想要唱歌的给大家听。我只是觉得说，在这样一个那么安静的电影，然后在那么特殊的环境，星空场在新一成品的顶楼嘛，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大家舒舒服服的看完电影之后，或许能够真的看到演员从荧幕里面走出来，然后能够真的看到我们，很真诚的去唱电影里面的歌，我觉得那是一种感觉，那已经不是在于我唱的好或唱的不好，我自己是这么觉得。所以我就跟徐导说，我希望能够唱歌。那时候原本是想说，练一下吉他，自弹自唱。但后来那阵子的那个访问比较多，所以就没有让大家看到自弹自唱。好，然后我就对，反正从星空场开始，其实这个歌就一直在不停的录，然后都是先用
伴奏，然后我去弄星光场唱给大家听，所以大家其实在网络上还是有听到一些这样的版本，好像类似的，但是真正最后的这个现在你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就是我们最终决定把和声，把一些中间的高潮的地方什么的，我都想把它用好，用到最好给大家听这样子。好，那就是希望这样的一个礼物送给大家的时候，大家是很开心的。然后这也是阿汉想要送给你们最大的礼物，也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想要送给大家的礼物，甚至是我觉得就是很感谢啊，我的公司，不管是氧气，或是不管是电影公司氧气，或是我的唱片公司华研，他们都很极力的让我去完成想要我自己想要送给你们的礼物这样子。OK， 那就聊到我觉得我需要一点背景音乐，不然你知道还是要小小声音。然后好，后来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很兴奋，我觉得我终于要用歌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我就很期待它上线的那一天啦。但后来就觉得说，好像，其实那时候是觉得说太快，那时候是觉得说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以及。真的有人要听吗？对，所以后来陆陆续续，其实在跑映后的时候，我为什么有时候想要唱给你们听，或者我为什么有时候觉得这个夜晚大家特别热情，或者大家特别温馨的时候，我想要唱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希望透过每一次唱歌的时候，都能让你们听到一些可能歌声里面我想说的一些故事吧之类的，对。然后，后来我其实很开心，在网络上慢慢的看到一些粉丝的私讯或是一些留言，就是说，哎，可不可以出浩森的版本？可不可以有一个是我的版本啊？什么什么什么 ，blah blah blah。然后我其实就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家里，就是这样，抱着枕头，就是说 ，yes， 我也要有我的版本这样子。然后，对，然后后来就终于这件事情慢慢的在步入正轨了。那后来我们就决定我们要拍这个 MV， 然后决定要用一个影像，还是最终还是回到了不止音乐，还要再加上影像。就是我身为一个演员，我想要做一些事情在这上面这样子。那我先把这个问题关掉了。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子啊？就是我只能看到一则留言呢。好，然后好吧，那就不管他了。也不行啊。好，讲到哪里？好，后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 MV 要开始讲这个 MV 了。后来我们就在讨论说这个 MV 要怎么样。那原本我们就想要用成只是一个原本就想要拍一个我在唱歌的画面，然后安安静静的陪大家听完这首歌，但。就是后来我公司跟我就讨论了，我就觉得说，既然我们要让这件事情做到没有后悔，既然我们要给大家送支持我们的朋友们，好，支持我们的粉丝们一个最棒的礼物的话，那何不让大家透过这个 MV 再一次的认识我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看完，因为我还没有看完你们的留言，我甚至还没有开始看你们的留言，
所以我先把我自己个人主观的感觉讲出来，让大家知道这样子。我自己个人主观那时候就觉得说，应该要送给你们一个很真实，然后是非常属非常我的东西，不管是阿汉，不管是陈浩森，我觉得都是。但是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的赶，真的非常的赶。我们真的这个 MV 从拍摄到今天，好才两个礼拜，真的才两个礼拜。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拜托了，就找了我哥，然后帮忙啊，从一开始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马上召开会议，然后马上请电影公司、请唱片公司，还有大家就坐下来讨论说，到底该怎么样呈现这样一个影片，然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缴出这个 MV， 这看起来像 MV 的 MV 这样子。那真的是很感，那我真的很真的是很谢谢，就是为什么我这几天在发文的时候，我一直说谢谢我哥，就是他真的帮我很多，而且对，就是他一直很紧张这件事情他有没有做好，对，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紧张这样子，然后最后我们去。对啊，但是就我有按那个箭头啊，但是那个箭头就会让我的荧幕变小。我说什么？好，反正总之我们大家都很紧张，这个礼物大家会不会喜欢这样子？好，那对，所以最后，其实我觉得这个 MV 到现在长成这个样子，它真的是经过很多的讨论跟很多的思考，才到了今天。那其实最主要的一个观念是，我一直在想，这个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的人到底是谁？是张家汉吗？还是小时候的我？还是父母、家人？还是我身边的朋友？还是电影公司？还是哪一个导演？哪一个人？这样子。但是后来我觉得，我最终想要用这首歌说的是，我觉得真的那个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的那个人是。这一路以来，每一个人都是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的人，对。然后我很谢谢你们的陪伴，或是有时候我看起来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们都会鼓励我。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大的力量，然后一直支撑到我现在，不管工作上或是到了今天，我都觉得。可以看到你们，或是可以跟你们聊聊天，回复你们的留言，看你们的标记，现实动态，我都觉得很好玩，就是我都觉得很好玩，然后很珍惜。好，我要开始看你们的问题了，不然会没有时间。而且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这个 MV 有点像是即时性的，然后它其实真的是从我进到演艺圈的时候，我一路以来到底是怎么样到了今天的这个过程，我把它就是。我哥把它放在这个 MV 里面，然后把它做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的时候可以了解到说，其实我真的不像是很多人口中说的是一个幸运的人啊。我觉得
我觉得当然一定有幸运的成分存在，但是我觉得能够一直到了今天，不是只有我，不是只有靠着幸运，而是靠着大家的陪伴，然后自己对这个不管唱歌或是演戏，我都觉得我想要尽到超过100%的努力，这样子。好，所以大家就快点听，快点听，快点听，好不好？好，那就看一下。哎，怎样？哥哥要跟我直播吗？怎么这么突然？没有，因为我刚才看到那个，我刚才看到那个请求啊。啊，这也太突然了吧！我在逛街，我要贴我的手机膜、欸。啊，那所以等一下应该要直接那个吧，直接看掉吗？没有啦，因为已经大家都已经打烊了。哎、欸，很厉害耶、欸！还行吗？怎么还行？明明就很厉害，大家都，我刚刚一路在看大家刷的留言，大家都说要递那个纸巾给你，因为真的很暖，很感人。没有，我就不知道，就想说第一个作品，想说就是用真诚这样子，没办法，很真诚啊，大家都感受得出来。哎、欸，而且你也。我昨天在那个记者会问你说，哎、欸，什么时候听到你的版本？你还在那边然后今天就出了。因为我不确定能不能讲这样子。哦、oh.。然后，但是我们就一直都，我原本想要在那个我的文章下面弄一个那个井字号，写说10212200，但是后来觉得102哦，那很明显，对，10点会上线。可是突然觉得太明显了，我就决定还是低调一点。你保密到家哎、欸、哎、欸，可是很厉害。然后那 MV 真的很用心，因为它是你出道的过程。对，我那时候就是跟电影公司，然后跟唱片公司，就跟华研嘛，然后跟电影公司，还有跟身边的几个朋友，就是一直在找当时我从科在拍的过程，还有在科在之前，我到底在平常时间会自己录的一些小影片，然后最终我们就一直剪辑，就做了这个版本这样子。哦，那还好你有留下那些很宝贵的画面呢，是不是？我这手机坏掉，然后那时候坏掉是因为我插的电脑备份到一半，它就突然全部坏掉了，但是那里面都是科在的记的回忆的、oh God. 对，所以好险有备份一半，所以我只能从那一半慢慢、oh no! 但是我天哪，有找到最后面这个 MV 最后面有一个我穿红衣服夹着那个体香剂的那个画面那是那时候因为科在第一天要拍那个电话亭，所以那时候我在家里练习的那个录影刚好有找到哎、欸，我觉得你电话亭是你第一天的拍摄很厉害，那个真的很揪心耶，那一幕真的是 ，Oh my God， 大家一定是在那一幕大哭。好啦，我们留给我们要不要留给如果其他想要加入的朋友，真的很为你感到开心。然后我跟你讲，我在那边当你头号粉丝要敲完，你赶快出专辑。刚看超多人在那边一直留言说。挑出专辑，真的唱歌真的超好听，是不是？下面赶快刷爆，说要出专辑，出专辑。合唱，刷合唱。哎、欸，你说了，赶快截图。合唱的时候你要唱烂一点哦，不然我这样子太糟糕了。哎、欸，干嘛这样？真的啦，真的很期待你的专辑，华研，快点，加油！欢迎 ，Go！ 欢迎 ，Go！ 什么了？好了，你打过去。好，加油！我要去贴我的膜了。OK， 拜拜。加油，拜拜。谢谢啦，师姐，拜拜。
哎，要怎么那个啊？哦，已经没了。哦，师姐离开了我。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对啊，你们没有看出来，我刚好像看到有人。你们应该有看出来 ，MV 后面那个电话，那个红色衣服拿着提香剂，那边应该看得出来吧？那个就是电话亭，那就是当时在拍之前，我假装拿电话然后录的，好不好？好，我们找下一个。想把 MV 看完，但是我在直播。好，我们来，好像有粉丝打，我们来跟粉丝看看有没有进来。我真的哎，嗨的，嗨嗨嗨，你有看 MV 的吗？有看啊，喜欢吗？还蛮喜欢的，超喜欢的。你应该也不会现在说不喜欢了。那你看完 MV 的时候偷偷的落泪，然后现在就会好一点，因为你真的太暖了，真的。有，谢谢谢谢谢谢。那你有看到红色衣服那个是然后电话亭吗？我有看到，对，我看到。那你有在练习投电话亭那一段？对，那个就是开拍的前一天。对，所以我其实在就是里面有很多很以前的画面，包含那时候在拍之前的吹小喇叭啊，然后澳洲人，澳洲人是都是要对。那你要听一百遍哦。会啊，会啊，会啊。啊，对啊，我想问说，会有线上版吗？或 KK Bus 那种的吗？音乐？你说会不会上 Spotify 或者是对对对 KKBOX？对，对，因为蛮多人在问的。你是帮大家问问题的，对？对对，大家问问题。我都不要火啊！没有很确定，但是可能要你们可能要去那个。华研的那个上面问，私讯，对对对，好不好？你们再上去问，OK？问，好，那就这样喽，安，谢谢你陪拜拜，我，安。好，拜拜。好酷哦，可以跟大家聊天，好猛哦！下一个。天哪，那这样子聊得完吗？怎么是我？哎呀，云，怎么没有，因为你在，因为就是我按上去，它就是在这里啊。天哪，我这样是不是看不到？就是当我如果把这个直播，就是我如果没有，我如果没有存的话，我是不是看不到别人发的问题啊？存的好像也看不到，因为存的会在 IGTV。哦，真的假的？哎，这个问题蛮好的。他说：“曲导昨天凌晨在 FB 上请到教练解释，看了心酸，你有没有什么想为曲导说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文章，因为那文章就讲了很多，就是包含哎，不行，我现在跟你聊天，我怎么开始自己讲起来自己？快点，你有没有看的？完了，他还喜欢吗？我刚刚在爆哭啊！你刚才爆哭，对啊，为什么？很感动是因为啊，看 MV？很感动啊！不要哭，不要哭。那你觉得好听吗？好听 你手不会酸吗？啊！不要，今天工作一整天，现在。好啦。哎，那个可以说了吗？11月的事。就是应该算可以吧，但是内容不能讲。哦，好啦好啦，有那啊，大家，我有发那个啊，我有发预告啊。哦对，上次哦对对对对，那是我大发的。家期待一下好不好？美丽家人美丽家11月人。嘛，对，11月，
对，11月。11月 ，OK。好啦，你去哭啦。你是不是很意外我会选到你是吗？对啊，我吓到，我想问应该很多人。因为他那我发现的可能是越早按的人在下面，你应该是新按的，然后就跳到上面，所以我就从上按， wow. 好不好？我是没有选，我是没有就是选择的，我就是看到哪个就按哪个。命运、啊。好。对，十一月见，好不好？十一月见，礼拜天见。OK， 礼拜天见，拜拜。好笑。十一月美丽家人，对，大家十一月美丽家人。关于祈祷这个文章呢，我现在快速的讲一下。我觉得真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真的100分的。那有很多有像上次的拍照会，就是就好像也没有处理得很好。但是我在几场映后的时候，我讲，你们知道当那个见面会结束的当下，我们是马上去赶下一场 Q&A， 然后在另外一个地点，所以我们中间要搭车。我们在那个小巴士的时候，因为祈祷什么，全部人坐一台车，在那个小巴士上的时候，其实就是所有工作人员就挤在后面，然后有些人站着，车子在摇，他也站着，然后就一直讲说，刚刚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才会更好，下次可不可以先算好了。一个人要几秒啊？什么怎么动线？怎么弄？就是我觉得这些，当我们，当我觉得这些你们没有看到的时候的时候，其实大家是很辛苦的。所以我觉得一定有很生气的朋友会觉得说，我大老远赶过来，或是人很多很挤，我排了很久，为什么到最后我都没有排到？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辛苦大家了，但是也真的要就是像我之前说的，你们看到工作人员的时候，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跟他说一声辛苦了，好吗？好，我们下一个是哪一个问题？对，有人哦，我可以说 CO。哦，可以说 CO， 但是他 CO 还是没办法选。Oh my. 等一下 ，Oh my god，Hi，Hi， 哎，我怎么没声音？等一下，为什么是？Hi， 你有听到我声音吗？有啊 ，Oh my god， 我好丑，天哪！那我们一起那个，让镜头里面没有我们，什么意思？就是这样。嗨，我们这样。嗨，这样吗？哎，你好吗？我很好。哇，一个惊叹号！太可爱了吧！你在干嘛？我在看你直播。我刚刚本来要看 MV， 可是我一看到你直播我就进来了。我还没看 MV。哦，你还没看 MV 吗？好吧，那你先去看，我不理你啊。不要啊，我不要看。我等你直播完我再看。我已经快结束了，我等一下五十分有一个，我等一下五十分再开始讲话好了。在五十分之前跟大家一起直播这样子啊，五十分啊、哦。那希望你会喜欢我的 MV。我还超喜欢你。最尴尬啊！对不起，尴尬了，对不起。没有人，现在已经快11点了，好不好？不能这样子，好不好？不能。为什么？为什么11点不能这样子？我们今天是深夜我们今天是好好的就是深聊自己内心的故事。我们今天没有要走这种土味情话的那个大赛，好不好？总有一天我没有这种土味情话啦。总有一天我壮胆
就是我让我先有个心理准备，我们再来好好的土味情话，好不好？好，好，你说什么都、okay、好。那我们先 OK， 好，那我们就交给下一个人，好不好？好，好，拜拜。要去看 MV 哦，要去看 MV 哦。好，拜拜。晚安。晚安。要怎么退？我退，我已经学会了，我现在是直播大神。看一下还有哪一个。为什么找不到？没有人呢、欸？没有人了吗？是没有人了吗？好吧，那我先继续回答问题，好吧？因为他是不是只能一小时？我这样子是不是会让有些人没办法一起 ？MV 是在讲深深的人生经历吗？是哦。深深可否办音乐会？敲碗高雄场。对，我觉得我看到很多什么新竹场啊、高雄场啊、什么嘉义场哪一场，我都有看到，然后我也会偷偷的帮你们去敲碗。我的公司的人应该没有在看我的直播，不然等一下被他们骂。但我会偷偷帮你们敲碗，但是真正的活动到底我们要去到哪里，还是要交给他们安排。我们呢，只能尽我们一点小小的心力，就是。可能在跟曲导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曲导你吃饱了吗？他说还没有。说啊，好想吃高雄的什么东西哦，这样子。然后还是我们去高雄玩啊。对，我只能这样子。哇，阿汉不要心情不好，不会，我很开心哦。嗯，自己讲自己开心好像很奇怪。我因为好各位，我想跟。我刚刚突然想到了一个小惊喜，我觉得你们还记得之前在我收到粉丝送我的花，然后我有发一个文章，就是我躺在一个白色的棉被里面，然后抱着花，我说我都会用特殊的方式纪念你们送我的东西这样子。那我觉得今天这个 MV。我非常想感谢的就是我哥，好，我哥是谁呢？就是大家看我的文章，我标记的那个姚国珍，国珍导演，他也是科仔的美术。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早睡的人，他现在可能睡了，我来讯息他一下，看他有没有回。但是如果我觉得好，等一下，我们来搞一个小惊喜，就是大家可不可以帮我一件事情？我觉得你们就是因为我想要给他一个惊喜，等到他醒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看到很多个留言，我们一起去灌爆他的留言，他。就是他昨天应该是有发一个文章，应该是昨天吧，反正我们就灌他最新的那则文章，他的 Instagram 的最新的文章啊，我知道，我们去灌爆那个，我有在下面留言说发分，我在下面留言发分，好不好？大家帮我一个忙，就是去他那边留言，他的账号是什么呢？就看我的文章下面标记的 YAO 开头 ，YAOKUO。CHEN，YAOKUOCHEN， 去灌爆他的留言。然后明天早上起来，你就跟他说一声，他很棒，谢谢他辛苦了，什么都好，随便你们，或是不知道留什么的就留发分耶、yeah ，哇！然后明天早上，我相信他起床的时候一定会很惊喜。然后他怎么跟我说我在跟各位讲，但是这个忙要请大家帮我，好吗？酷 ，yes， 继续问题，可以问深深多高吗？我182公分，
我今天生日，祝我生日快乐。我讲了，生日快乐 ，Antony 1021，生日快乐。对你们如果有看电影的人就知道，这个 MV 一开始就是在电话亭的时候播的，在电话亭的时候我讲的一句台词，然后它有点像跨时空，直接跨回了现在的我这样子。娃娃呢？娃娃呢？今天怎么没有娃娃？还有玩飞碟吗？你是不是要打飞盘，但是打成飞碟呢？我现在比较少在玩。好，我就录 ，OK。继续看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还是没。为什么？好吧，好，有了，哭，好紧张，我要跟你们一起直播，其实我有点紧张。嗨，嗨，你好，你好，你在哪里？我在电影院。哦，你在电影院吗？对，我要等朋友。那你等一下要看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吗？对啊，我要七刷。哇，谢谢。那你是今天，今天是不是买票就有？对，交换日记。是你拿到了吗？我拿到了。酷。我一早就来买了。那有很多人在抢吗？还是其实只有你在抢？很多欸。没关系，如果没有人在抢也可以老实讲，没关系哦。我是早上来的，所以那时候蛮多人的。哦，真的哦。我买晚上的票。你在哪边抢？我在环球影城。中和吗？高雄。哦，高雄环球影城。对，这个。哦。我好像我没有去，对不对？对，好，如果有一天我们再去的话，我要看到你。有吗？你有啊？那个啊，画的图是我画的，就是前几天有寄信箱给你。啊，对，我想起来。是我画的。谢谢。我前几天有知道有人要去刺青，然后要刺，就是刺这个，要刺我们两个背着书包的这个。哇，刺在身上吗？对，他刺在他的手上，然后我就觉得很伟大，但是不要，大家不要去做这件，就大家不是鼓励大家去做这件事情，我只是分享给你这样子，好不好？好的，祝你看电影顺利，谢谢。看七次不会想睡觉吗？不会，而且我都跟不一样的人看。真的、哦？好吧。对啊。如果看到睡着再跟我说。我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MV 一开始阿汉跟 Birdy 不是在澎湖的那一场沙滩吗？然后就是。Birdy 一开始是走自己的脚印，然后后来就是他跟着你的脚印在走，还蛮特别的。因为他是一步啊，就是很最近发现的。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在搞笑。我刚刚说，因为他是一步，所以一步一脚印。傻眼。不好意思。今天不是不走土味情话吗？我刚才不是土味情话啊，我这个是冷笑话。也是。好，谢谢，好不好？好，谢谢。下次之后高雄见。
高雄见，拜拜。拜拜，晚安。晚安，晚安。哎、欸，要怎么切掉？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好，感谢。晚安，晚安，拜拜。我刚刚的笑话不好笑吗？我觉得还不错啊，真是可恶！我等一下一定要讲一个超级好笑的。看一下啊，欸，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哦，不要害羞哦。哇，可不可以台中见一次？哈哈，好可爱，不好笑。嗨，嗨，你在干嘛？看直播。你为什么感觉好像很害羞？第一次啊。什么第一次？什么第一次？第一次有人选我啊！哦，真的、哦？对啊。你有看过电影吗？有、哦。那你在你有看过映后或映前的场次吗？有、哦。那你有被点到吗？有、哦。十四次哦。四次。哦，四次哦，那很多哎。那不会看到睡着吗？不会啊。是吗？不会。讲。我要问你什么？我突然忘记了。哦，那你没有被那个吗？被点到吗？有啊。哦，你有被点到？是。那你那时候问什么问题？那时候是分享说看完的感受之类的。哦，那你有没有什么没有问到的问题？你可以现在问。好像都问完了吧。谢谢。好吧，那你有看 MV 吗？有。那好看吗？好看。谢谢。好啦，那晚安喽。晚安。早点睡觉，拜拜。拜拜。拜拜。后面的背后写帅气的陈浩森有吗？他的后面有写帅气的陈浩森吗？没有吧？看一下，不是啊，我的。哎，怎么会这样子啊？坏掉了！哎，傻眼，我以为你不会选我哎、欸。我就是故意选你啊！我看你多爱多爱送出请求。神经病！好啦。干嘛？哎，不是，那我要说什么？你可以问我问题。然后你问题是不是？但是你好玩，我现在超尴尬，我完全不知道你会选我。好了，不要闹了，留给其他人了，再见。好啊，好啊，很久没有，对吧？好一点，对，一个半，温柔一点，拜拜。温柔一点，淑女。拜拜，拜拜。刚刚那是我朋友啊，我看到他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所以我看到他请求的时候，我就直接点他。欸，我是不是快没时间了啊？我有把 MV 刚才讲的都讲完吗？你们还有什么 MV 的问题吗？是可以选很多人，我可以选很多人一起耶。那就选很多个人一起。好，四个人一起，还可以选很多人一起啊，好猛！出去！关门！嗨，尤米！嗨！你好！我刚选四个人一起，那他们等一下会一起进来？没有，四个人，快点，快关掉！你好吗？应该不会紧张吧？不会。那你在干嘛？
不太会直播，这样子吗？哦，啊、好，你好。啊、嗯，为什么？有听到吗？有啊，我有听到啊。你有听到我声音吗 ？Hello， 有有。嗨，你好。哎，我刚刚有看 MV。那你觉得好看吗？我刚刚哭，对，我刚看了，我刚已经哭完了。不好意思，我自己闯进了，我刚刚先把门关起。没关系啊，叫你弟弟一起进来啊。他有看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吗？我天天唱给他听。硬推销哎、欸！哎、欸，啊，你总共看几次啊？十七，十七，那、啊、你有睡着吗？没有，没有，每次我都有没有，我每次看都会哭啊。真的、哦？你在哪边哭？真的。前面几次是电话亭，可是后来几次是浴室，可是后面出柜会哭跟。其实后来我觉得最难过是你骑脚踏车，然后就是离开那边，就是出柜结束之后骑脚踏车的地方，就是，哦，你说那个这样，对，你知道那一天拍脚踏车的那一天是半夜，好像已经半夜三四点了。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其实我们只是在出柜的那个家下面，它有一个很像一个社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在那个眷村里面一直骑，然后摄影师就一直跟。然后因为这样的戏是没有办法让导演边看画面边拍的，所以就是摄影师先跟完，然后拍了很多次之后回来看。O、oh, 不 OK， 然后不 OK 就重新 OK 就继续这样子。然后其实我还有骑很多地段，然后还有很多个镜头想要玩一些特别的东西，但最后好像就选择了那个东西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效果蛮好的。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最后没有用很多个那个脚踏车的镜头吗？为什么？因为当时我骑脚踏车的时候，大家都说有点像破风捧砚这样子，有一点。好吧，看来我们今天聊天就该到这里了。不行啦，我可以问吗？好，你问啊，给你一个问题。好，我想问，因为我看过北影的版本。就是我想问问看说就是所有被删减掉的就是无论是跟北影或者是跟三月第一版的比起来就是你最舍不得被删减掉的片段是什么跟你觉得这一版本你加进来的你觉得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嗯哇这是好像今天好像是影评耶、欸因为我想说其他的问题有人问我。那你呢？你觉得北影的版本你最喜欢的，就是你舍不得的是什么？就是你因为你看过两版。对啊，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浴室戏里面原本是捂着嘴巴亲的部分，我自己很喜欢那块。原本不是直接亲的、哦哦。你们是不是拍了两个版本？对。对。哎、欸，你说浴室吗？对啊，浴室。哦，我知道。对。那个没有亲啊，那个就是我捂着它，然后我想我的嘴巴靠很近，但是我自己说，因为我看起来应该是有亲到吗？然后我就想说，应该算有吗？这样子。对啊， okay. 因为当时旁边以前还有人在洗澡，当时的设定是旁边还有人在洗澡。还有人在写，对啊，因为其实我看了几次，其实我有写笔记耶，我看看，我有写笔记，我有写，就是我都有写下来。那我请那个专业的人来回答好了，好不好？怎么会有专业的人啊？境外专业的人来回答，来，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来。
我欢迎曲导。什么啦？有没有狗？真的。大家好，我是这个。你好，你好，你好。编制加监制曲友宁，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等一下，你还没有回答。好，请继续，请继续。对，如果是这个版本，我有觉得喜欢的部分是有些地方你们是有重新配音的，对，对，对，有些地方像就是后面那边原本你们之间的 talk 变成就是讲那句什么海水一直涨，就什么好几次，直接那句我自己是觉得蛮喜欢的。你说这一版吗？最新的版本？对对，觉得蛮浪漫的，就是配上就是海水的那个感觉，就是好像你的心情也跟着一起被淹没这样子，对对对。那哦，其实你刚刚讲到悲影的版本，我也觉得很可惜的是浴室啦，对吧？我自己也很喜欢浴室在台北电影节的版本的几个表现，但是我其实觉得最新的版本。我觉得最新的版本让这个电影更有电影感了，就是更像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台北电影节其实有太多的，对对对对对，很长的断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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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变成一个章节。我觉得这个版本蛮好的地方是，我觉得就是感觉比起像电影更像是在就是回忆阿汉的过去，就是一种回忆录的概念。因为有很蛮多人就是说就是拍起来很琐碎，对，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回忆啊，就是你的回忆本来就不会是渐进，你一定就是想之类。对啊对啊，你宕机，我看到你那个白圈一直转好几次，白圈一直转，我就希望这是世界末日了。好，当机哦，那我要交给下一个人。希望我回答到你的问题，好不好？如米，下次一定还会有机会聊的。下一个，哎，那我刚刚邀请的人为什么都不见了呢？哎，嗨，交给下一个。希望我回答到你的问题。哎，你的在宕机啊？为什么你的在宕机啊？我刚是我宕机吗？对啊。那现在嘞？现在还好。来哦。Oh. Okay. 你有看 MV 吗？有啊，看了。那你还喜欢吗？你看你的现在才有声音，喜欢欸，很喜欢。真的吗？所以现在有吗？有了吗？你有去我哥的那个底下留言吗？还没有，我手机还拿在手上，我等一下就去留言。好。现在好像也有。MV 看。那你在干嘛？我在看你直播，我刚到家。所以现在有吗？有了。好，那你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怎么感觉好像在算命？我觉得 MV 啊，我觉得 MV 应该就是还要多看几次才会比较有想法。可是我刚看完的 MV， 我就突然觉得，就是，我好像有打，就是我觉得看完的感觉是，如果未来我们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就是。可能你就是继续做你的事情，然后我可能也不会再继续追星或什么的。可是我想到，我听到这首歌，然后想到就这段日子的回忆，我觉得还是会很开心的。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你还是这部电影，都真的刻在我们的心底。大概是这种感觉。是啊，是啊，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其实我真的想要。让大家看完这个 MV 的时候是可以真正的
认识我啦，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有这样就够了，就是我觉得无论你们之后，我觉得真的到了可能电影下档了，或是过了一阵子，可能我都不再演戏，或者我不再唱歌了也好什么的，我觉得我觉得这一段回忆终究是一个很刻骨铭心的回忆，然后这个 MV 它应该就会一直在网络上，那我看几次我就回想到这一段回忆几次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也知道说，就是我也知道说很多时候当我没有了作品或是没有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大家就可能不会再像现在有作品的时候可以一直见面或是一直跟在你旁边，所以其实我自己内心是觉得能够看到你们或是能够有机会跟你们有机会跟你们碰面，或是有机会回一点你们的留言什么，我都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嗯，但你也不用太勉强自己啦，真的就是哦，对啊，我每次看你这样，我都觉得啊，我说是的，妈妈，妈妈，你说我是妈妈吗？对，感觉好的，怪儿子，都不要太对啊，就是不要太累啊，嗯，好，乖儿子，知道了，嗯，好，很乖，好，那就这样喽，晚安，晚安，拜拜，拜拜。Steven， 好啊，看到你了。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恭喜你们赚回本了。回本了吗？没有啊，没回本啊。大回本啦，光是这一。已经回来7000啦，然后再加上之前的特印，然后试印、首印那些，早就已经超过了。没有没有没有，你想的太美好了，还不算回本吗？因为我有问过说，哎，那现在就是其实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我也有问过曲导说，哎，那像这样子是不是已经就是还不回本，安心的？但是他说没有，所以他在新闻上放话的7000只是一个官方说法，就是他不想要。我觉得他一定，他我觉得他本来就是这样，他不喜欢，他不喜欢说那些没有怎么讲？他不喜欢讲大话了。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对吧？嗯哼。哎，你有看 MV 吗？我稍微看了片段，稍微看了当一个最富。对，当一个最肤浅的观众，我觉得很帅。啊？我说当一个最肤浅的观众，我觉得拍得很帅。我先不看深入的部分，我只谈肤浅的部分，我觉得拍得很帅。好，谢谢谢谢谢谢。那镜头很 OK。那你要去帮我留言好不好？有活动吗？还是什么？没有，一定要有活动才能留言吗？不能这样子 OK， 好不好？想说。哎，你有帮到你才去啊？没帮到你，我去那边留了大家，而且不用我回。现在这边线上2700多个人都会的。我想要给我哥一个小惊喜，所以请去他的 IG 好不好？第一则那个贴文留言，好好？好，我就说，哎，浩森叫我来的。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好啦，你等会好，好啦，好啦，之后再聊。好，好，加油，拜拜。晚安，拜拜。哎，我是直播太久了，我决定再一下下我要离开了。好，天啊，我已经坐到屁股很酸了。你们看完 MV 有什么感觉吗？我朋友超喜欢你的，他都看不了你的直播，那怎么办？米米来啊，加入啊！
对啊，我来打给米米，看一下米米在哪里。米米 ，Where's 米米？不知道米米会不会接？看一下。哎 ，Send request。各位，我来看一下米米会不会接。哦，这是米米吗？咪咪，哎、欸，没有哎、欸。咪咪很感动 ，MV 很感动啊。哎、欸，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不能邀请他？无法按加入，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好，再来找几个。哎、欸、，yes， 我的留言上来了、欸，我也看到你们。Hello， 我好意外哦。后面就是杂志啊，还有你海报，对啊，我给你看。边。还有那个首映会的票，然后你的那个杂志的东西，有啊，我有看到，有我看到。Hello，Hello， 夸张，我趁这个机会，我想要那个什么，你们给我的卡片，你知道，我都把它放在这边。是哦，我完全不记得我自己到底写了多少卡片了。不好意思。哎、欸，那你喜欢我上礼拜给你的那个绿色的手幅吗？绿色的手幅，对啊，哦、我记得了。你要不要让大家看一下？那个什么，那个是防水，对不对？对啊，我特别做布的。那请问还有吗？可以再送我一个吗？拜托拜托拜托！可以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我老时间给你。我开玩笑的。没有，真的还有剩啊！啊，我那个还有做其他东西，我也是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还有剩呢？怎么会？我自己私心想多保留几个嘛，对不对？好吧。哎、欸，为什么？看一下。哎、欸，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打给米米啊？可能不知道，可能太久了。欸、你刚好看到我拿那一袋吗？有啊，我有看到。你有看到里面全部都是满的吗？我跟你说，我一二三四五袋，我现在五袋那么大的袋子。你应该每天都可以集一袋吧？我跟你说，我演一次给你看。我每天看你们的卡片就是这样子，这样一张一张看，哦，一张一张看。到看完的那一刻，我就是这样。就是眼睛根本没办法扎，然后用力扎一下，那个泪就蹦这样子蹦出来了。哇哇哇！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眼睛太干。我下次就用那个麦克笔写，我就等它写全开的，这样子你就不会看得那么累了。没有，看一下，大家会生气。没有，是因为很感动，好不好？好，辛苦你了。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什么，或是想了解什么，或是看完 MV 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哦。其实我还没看 MV， 对不起。加密喂，拜拜。不要这样。哦，没有啦，我刚刚在你直播的时候，就是我有先点画面来看，然后搭配着你的音乐听，这样子就觉得就是这几个月，所以我电脑点画面啊，然后我耳朵在听你的直播，这样子就看到这两个月你的一些心路历程的感觉，就觉得很感动。很开心我有参与到其中，这样子的感觉。是你是有，对吧？好啦，反正那真的是就是一路以来，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一路以来真的除了想给大家看，我也想给自己一个
一个记忆，一个也想给自己一个鼓励啦，就是我想让自己知道说，其实真的不要忘记从最一开始我是怎么样在练习跟在做准备的这样子。嗯，你永远是最棒的。好，对，我们都知道你很努力啊，我们都有看得出来，你真的很辛苦，要记得多休息。好，谢谢。嗯，谢谢。我就是想回馈给你们的，好不好？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很喜欢。你不要再看直播了，直播其实没有那么好看的，没那么好看，好不好？那你有去帮我留言吗？哎，我第一个留，哎，我第一个留，哎。哦，你是第一个吗？对啊，我就说陈浩森叫我来留言。怎么大家都叫我？怎么大家说我叫你们预留？好，米米在线等候中。啊，那快点换米米，快换米米，米米，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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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怎么？啊，这啥？哪有米米的骗？米米有吗？哎，米米留言啊，米米快进来！我已经发送请求了呀，没有啊？还是米米，你可以你打给我吗？不能是你打给我吗？好吧，那我要继续咯，我要继续找下一个人了。好。哎，我直播到11点40好不好？ 45, 50, 45。嗨。哎，为什么？嗨。嗨。为什么？不知道你为什么你要看旁边？哦，因为我姐在旁边。你要换一个干净点。哦，嗨。哦，这样。坐到那里去。站着。为什么我没有办法邀请米米呢？我这样还可以再邀一个吗？我可以邀三个人吗？他好像可以，就是直播可以call in。怎么那么乱呢？你在干嘛？我没有，我就是在追你的直播啊，昨天，因为我刚上完课回来，很累。那你有看？你有看那个吗？来不及你有看我的 MV？ 哎，我刚才一直在上课。那你为什么要看直播呢？赶快去看 MV 啊！干嘛看直播呢？还在看直播的。好吧。那你有看我给你的那本很厚的那本？现在没我知道啊，我知道是哪一本啊。有我有看到，谢谢你。我明天还会再去看第11次。我想跟你讲。哎，明天有定后。在大直。哦，我好像明天我不知道。好了，如果我看一下，我要看一下我的 schedule， 在那个，希望遇得到你，好不好？好，谢谢你做那么用心的一本本这样子。你喜欢就好。好，那不要撩我，不要撩我。那我真的等出来好久。我知道，我看得出来。嗯，而且我那天看电影很想睡觉，因为我坐了一整个晚上。你看了几次？但是我看完没有睡觉，十次。你看了十次，当然差不多要进入睡眠期啦。没有，可是就是到这一句就可以记得下一句的台词。是，因为我自己看了12次吧，我好像看12次，然后。我看到第11、12次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很迷流，这样子，就是很常到某些片段的时候，我就会有点发呆、放空这样子。好，哎，你的圈圈又在转，他被我踢掉了，拜拜，好吧，那我告诉拜拜，晚安，真的是。太多，米米，快来！
我们大家拜托咪咪，真的哎，我讲真的，就是到后面大家可以来办一个背台词比赛，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咪咪，我已经点你了，你要按进入。我觉得不是我手机的问题，是你是不是不知道怎么直播，不知道怎么加入，你是不知道要按哪里加入。我们早一天，我觉得可以办那个背台词比赛。哦，对啊，米米为什么？他现在又写说你没有办法申请加入，好吧？那各位，我觉得今天晚上很开心，用直播的方式跟你们一起听 MV， 然后跟这是我答应你们的，就是要一起听这个我的歌，对，然后我也在10:05的时候就一直直播到现在，我觉得我明天早上，对，明天一早还有工作，我可能到11:30就要下线，但是我很开心终于能够把这个作品交出来，然后让你们大家看到了，然后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多看几次，然后去看到里面，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到底是怎么，就是你们可能认识各个阶段的我，有些人从很久之前认识我，有些人可能从最近因为电影认识我，有些人觉得我是张家汉，但是我想要告诉你们是我即便是张家涵也好，即便是夏志成，即便是齐芬达什么都好，但是我是陈浩森，然后我想要让你们从头再认识我一次，然后我想要感谢这一路上以来所有跟我擦肩而过的人事物，我都觉得因为有你们，所以我感到特别有力量，然后所以我送上了这个礼物，我想要让你们开心，就是让你们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像收到了一个礼物这样子。那希望你们喜欢，然后我想说的话都在我的文章里面，然后还有很多我觉得透过之后，如果映后、映前，或是见面会，或是任何东西，如果我们有时间碰到面，你举手发问，我一定会为你回答。那如果你在我的文章留言什么的，如果看到了，我也会想办法回复你们，好吗？那等歌播完，我就下线喽。对，然后其实我。其实有一次我听到我觉得可以顺便分享一下，就是我听到在某一场映后的时候，我其实听到有观众在聊天，然后我在询问别人问题的时候，我不小心听到后面有人说，哎，为什么陈浩森每一场映后啊映前他出席率那么高，为什么都要到，然后他旁边的人就回了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其实那天晚上我难过了很久，就是他回他的朋友说，哦，因为这是他公司的电影啊，他宣传跑宣传什么应该很正常嘛，这应该很正常嘛，就是他本来就应该这么做。那其实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其实蛮难过的，我回到家的时候其实蛮难过的，但其实我觉得。那个难过不是说被他否定或什么，那个难过是我觉得他
他可能要再多看几次电影吧。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除了教你什么是勇敢，什么是陪伴，什么是爱，但是我觉得他我觉得他更要我们记得温暖这件事情，就是温暖的对待每一件事情，对待每一个小小的付出，哪怕只是一则留，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你们留言的时候，我想要按赞，我想要尽可能的想办法去回复你们，因为我想要有那一点，我觉得那一点点的小温暖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生气，或者我不难过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从现在开始，这个 MV 上线的这一次。这一刻开始，我不想要再后悔任何事情。我想要让你们认识真正的我，然后你们喜欢不喜欢，或是你们要去做比较，那我都觉得无所谓。但是对我来说，我不想要比较任何东西，然后我只想要珍惜所有喜欢跟不喜欢我的人。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我会很谢谢你们；如果不喜欢我的人，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用我的作品，或是用我的什么东西，让你们喜欢上我。好，那就这样喽。我是陈浩森，大家晚安。